人家的营销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用户的增长，带来了现金流，带来了市场认知度。你在这里话里话外暗示别人是通过走后门来拿到的业务，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？反正你就是要帮他们说话了。像你现在这样压着郝晨时，你让他以后怎么放手去做事？这就是合伙人即将要崩坏的前兆啊。就因为我不让于佳恩做双微业务，我们的关系就要崩坏了。我现在没有在跟你说于佳恩，我说的是我们。我们作为合伙人之间，难道不应该互相信任、彼此尊重吗？如果大家都有了小心思，有了越级操作，这就会为以后的崩坏埋下隐患。我在意的是这个。对，我就是有自己的小心思。于佳恩没到32楼的之前，我什么心思也没有。我才不管什么管理流程，我也不在意营销是哪家公司做，我在意的就是于佳恩。难道就是因为她是我的前女友，连同她的公司都要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，对吗？哪怕他们是最适合我们的，我们也可以放弃，也可以不管不顾呗。开会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找许耀，他们说在这儿的。要是不方便，去我办公室说。干嘛发那么大火啊？他是大股东，又是创始人，我那点干苦，他想操盘就让他弄呗。决策层推行者，大家都拍手叫好，散会之后各回派系，互相鄙视。一个队伍里边几个领导价值观不一致，对于执行的力度不一致，对于执行的标准不一致，还有人从中作梗，制造麻烦。落地的时候彼此消耗，于是一个项目死翘翘。拜托你，女人是要靠哄的，不是跟她讲大道理的。你这个时候跟她讲一堆大道理，你只会激怒她，就不能低声下气的哄哄她？我现在不是在跟她谈恋爱啊，大哥，我现在跟她搞创业。那创业的路上免不了就是有崎岖坎坷，免不了就会有纠纷、有误会。难道她每次闹情绪的时候，我都要去哄她？那干脆公司别做了，回家过日子好不好？他跟别人不一样啊，许耀。我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，正是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更不能现在去哄他。还有，管理公司不是你那一套管理备胎的理论。你知道啊？许耀，回来了，来，快看！我相信呢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走到对面去。许耀，你希望未来的繁星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希望它，无论是发光发热，还是衰败没落，都不要有难堪的背叛。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，哪怕是告别，也要好聚好散。我尊重他，感谢他，所以我更加不能用那个管理备胎的方式去对待他，这样对他来说不公平，不厚道。你什么时候知道？自从他知道我跟于佳恩的关系之后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如果我还不知道，那不是要傻，那是坏。怎么就坏了？我明知道他喜欢我，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对这份喜欢负责任。然后我还借着他对我的喜欢顺水推舟，在工作上面占尽便宜。当他作为我的合伙人跟我发生分歧的时候，我还要假借男女之情，让他冲昏头脑，做出让步。你说这不是坏是什么？我发现我跟你讲大道理真是讲不过你。像你刚才这么说，那我简直就不是人。行了，不用贬低自己来安慰我。
你们聊吧，我先出去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应该跟你发脾气。不是因为于家安是你的前女友，他们光谱就失去了官兵竞争的机会，是因为我喜欢你，许耀。我喜欢你，我是你的合伙人，但我也是个女人，我没有办法看着你的前女友出现在我们俩辛辛苦苦打拼的公司里，看着你们开会时的默契，看着你们了解彼此的喜好和习惯，看着你们一个对视就明白对方的样子，还有你担心他，替他说话，站在他那边的样子，我不想看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说那会我们认识的时候，你就喜欢我了。那你又知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我连自己都不喜欢？我很感谢你对我的这份喜欢，但是非要有但是吗？我觉得对我而言，对繁星而言，我跟你作为搭档是最长久也是最健康的关系。繁星是你给我的一个支点，我会全力以赴，把它变成回馈这份太爱的礼物。如果，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，繁星不再是你的梦想，我也尊重你的决定。只要我认识你这么久，我还真的不知道你原来可以说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词。思雨，虽然没有修成正果，但也还有肝胆相照的江湖义气。毕竟在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些年，都有彼此的参与。宝贝女儿怎么回事啊？昨天大半夜的突然从北京跑回来，你看看这都几点了，也不起来吃点东西，叫她也不搭理人。30多岁的人了啊，还是什么孩子啊？我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早已经是极度起伏了。30多岁怎么了？30多岁也会摔跤，摔跤也会痛。哎，我说你这当爹的真够轻松的啊，也不去关心关心，也不去问问。他既然想躲起来哭，你干嘛要问他呀？哎，会不会是他经营的那个什么繁星没钱了？你什么时候见到过你的女儿因为钱的事情发愁过？不是因为钱，那有可能就是因为感情。她是不是谈男朋友了？我去跟她聊聊吧。怎么，跟徐耀表白被拒绝了？你这么惊讶干什么呀？你心里想什么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我早就提醒过你，那个于佳恩不简单呐。前女友就那么迈不过去吗？前女友怎么了？
如果感情真的是坚不可摧的话，会变成前女友吗？什么意思嘛？喜欢就努力去追，只要你能够找到他们两个走不到一起去的原因，那就是你的机会啊。这么说，你支持我？嗯，徐耀不错啊，是个潜力股啊。他身上有现在年轻一代男性最不具备的品质。你这回眼光好，我当然支持你了。他有那么好吗？你这么挑，都给他这么高评价，什么品质打动你的？他爱不爱你，他能有多爱你，我没那么看重。我看重的是他的责任感。艾哥，这是咱小区呢最后一套空房了，那个您看这装修算是咱小区最好的，你要是再看不上啊，咱就只能换个小区了。啊，不用，就在我这个小区。我再对比对比。艾哥，您看您是敲定哪套？你赶紧定下来，现在高峰期好多人抢呢。我看中的是他的责任感。他不爱我，他再有责任感，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99%的爱又能怎么样？生活照样给你打得稀烂粉碎，但是99%的责任感就不一样了。保证你一生幸福的，一定不是爱，而是责任感。不过呢，需要脾气倔，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对的方式对症下药。对的方式？你都这么大人了，这谈个恋爱怎么还得老爸教你啊？哎呀，那以前都是别人追我，我哪追过别人呢？你还是不了解男人呐。许耀对他的前女友有愧疚感，毕竟那个女孩子把自己大好的青春全部给了他，而他却没能给他婚姻。他如果没有愧疚感，这个男人还真要不得。所以你千万不要在工作上去针对那个女孩子，否则的话，许耀会把你看低了。真难对付呀，心里有对前任有愧疚的男人，感觉是永远都打不败的竞争对手。哎呀，不如去想一想，那个前任教会他什么了，而最终又让谁得便宜了？你不会轻易放弃吧？我砸了那么多钱让你谈恋爱啊。我本来也没想放弃啊。还有阿爸，最近我跟许瑶在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多了。我觉得呢，现在把钱都砸在扩张啊，建什么洗衣工厂，我觉得挺危险的。不过我也同意了，但是繁星的定位我不想让步。繁星的事物上你一定要放小抓大，定位不重要，挣钱才重要啊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啊，如果许耀真的成为了我的女婿，那你就要放权退位了。如果他要是太不识趣的话，你得聪明点啊。咱不能既伤了心又丢了公司啊。嗯，最好今天就能定，这样也不用耽误你跟许阳的时间老去帮我看房子了。鹏飞，嗯，鹏飞，来，你看，这房子给你定了啊。啊？啊，租金交了3个月，就在你哥他们小区里。回头啊，我让他提前给你买点生活用品，布置一下。还挺好的。啊，还可以吧？嗯。这是佳恩啊。嗯。哎呦，佳恩，阿姨好，房子都订好了是吗？订了订了，许耀给订的，就在他们小区里。哎呀，这样他哥跟他住一块儿我也放心，有什么事儿有个照应。佳恩，这次啊是欢欢第一次离开我和他爸爸这么长时间，以后啊
在北京的日子就拜托你和许耀了啊。阿姨您客气了，既然房子都定了，那我就不看了，那我先挂了啊。哎，别急别急，阿姨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阿姨您说。是这样啊，我本来今天呀、拜托许耀去帮他妹妹买点生活日用品，床单被套呀，把房子给他布置一下，想让欢欢一下飞机呀就有家的感觉。许耀那我还不清楚吗？那粗心小子他能买啥好东西呀？所以啊，阿姨就想，如果你今天不加班不忙的话，能不能去帮我们？行，阿姨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，我本来就是打算要给欢欢去买点东西的。那就太好了，谢谢你了佳恩，谢谢啊。再见啊。哎呀真好。妈。你有点故意呀。哟，这你都看出来了，有那么明显？这个于佳恩哪儿好啊，这么让你念念不忘。上次你哥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文章，我关注了公众号，那文章上说呀，现在好多年轻人在北京创业，好多得抑郁症的。哎呦，我担心死了，我就在想啊，你说一个人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想不通不开心的时候，这身边要有个知冷知热的该有多好。那有了爱情那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爱情确实是良药，但是他俩凑一起这良药有点苦口。苦口？好了，菜和汤都齐了。芬芬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又叫错了。不用对不起，这里也没其他人，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。我看那智能烟灶很好用啊。你弟弟装修的时候你可以送他一套吗？我这两天呢我就在想啊，你过去的那个男朋友，就上海那个，你们什么时候分的手啊？怎么了？他不是送东西给过我吗？而且全是高档货，我蛮喜欢他的。反正他比那个好吃是好。我虽然没有你有文化，但我看男人看得很准，好陈实就是油嘴滑舌的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如果你要让他割点肉放点血，不可能的。是吗？嗯。我觉得他挺好的哎。我本来呢是不打算结婚的，看到他诚意满满，我已经开始考虑结婚了。哎，你不也希望我赶紧结婚吗？你已经考虑好要嫁给他了？他条件很好啊，开公司当合伙人很有前途的。有前途有什么用？他愿意给你花钱吗？还不如那个打工的，人家愿意把钱给你。郝晨是挺愿意给我花钱的呀。妈，你看那天请你吃饭，开车带你去兜风，这不都挺费钱的吗？你傻？一顿烤鸭能花多少钱啊？你想过没有，你自己一年都能挣多少钱？你要是嫁给郝晨时，就等于是夫妻共同财产了，你不就便宜他了吗？他对他是想娶你啊，但是20万的彩礼他都不一定出。哎，我是说假如我们给他提出了20万彩礼的要求呢？我看他看得很准的，他就是嘴上说说。妈，你既然都开口了，怎么才只要20万呢？我一年挣多少钱啊？这一锤子的买卖，你给我定价定的也太低了吧？这怎么是一锤子买卖呢？你要看看郝晨时有没有诚意娶你，
一个男人有没有诚意娶一个女人，就是表现在彩礼费上。你那么优秀，绝不能白白的嫁给郝晨时。喂，姐，怎么了？张强，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哈，你有钱结婚你就结，没钱你就打一辈子光棍。有钱装修呢，你就装修；没钱，你直接给我住毛坯房。你别天天让你妈跑我这来打主意。我告诉你啊，房子虽然写的是你的名字，转账记录都在我这儿，让你小时候不好好读书，吃了没文化的亏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就凭着这个转账记录，我可以随时起诉你，把房子给要回来。你再敢惹我试试看！不好意思啊，刚看到你的消息，我现在已经到了，你在几楼啊？亲爱的，来来来，这沙发怎么样？这颜色太好看了，是不是很舒服？周末的时候，咱俩在沙发上一卧，看电影，吃薯片，没问题。快让我躺一会儿。客厅呢，就简单一点，一组舒服的沙发，一个茶几，然后要一个大的投影仪用来看电影的，然后呢，一个木桌，我们可以吃饭，也可以咱俩工作。你觉得是这个好还是这个好？只要你喜欢，我都可以。怎么都是我喜欢啊？这都逛了一天了，问你什么都是我喜欢。这可是我们第一个家呀，我们要在这里面结婚、生孩子，还要过日子。这家里全都是我喜欢，那你怎么办啊？我已经有我喜欢的了。哪有？连浴巾都选的是我喜欢的。不用你了。不够。够了。嗯，知道吗？我真的好喜欢你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的那种。喜欢你每天跟我发脾气，每天跟我做，每天怼我。我喜欢你时不时亲我一下。我喜欢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能看到你的眼睛，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就看到的是你。行了行了，你也太肉麻了吧？这叫肉麻吗？肉麻。你怕别人听见？嗯。于佳恩，我真的好喜欢你，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家了。你别说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你让我也开始祈祷，祈祷这不是个泡泡。想起什么来？值得营造，还想要拥抱。喂，小心。我开了郝晨时的车了，马上一车就拉回去。我会怎么样？是不是能像现在的我一样，脸上有藏不住的微笑，心脏最温柔的跳，很难不去想。如果早点遇到你，我会怎么样？是不是会和现在？要是情侣呗，你喜欢吗？
不吃饭你去哪儿？我去公司。妈，你以后呢别再想着什么彩礼费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婚还是要结的呀，那大不了我彩礼少要点。因为我为这个家已经牺牲的太多了，我不想再组建一个家庭牺牲我自己，更不愿意拖累另一个人和我一块儿牺牲。从今往后我只想对我自己好。我们养你给你钱花的时候我们都是任劳任怨的，哎，怎么到了你帮助你弟弟的时候就像全家人都欠了你一样？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，我求求你们，你们放过我好吗？你的人生怎么能说是你自己的呢？你以前没有挣钱的时候，我和你爸爸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？你自己出去找吃找穿找用，我们没有说过吧？我们是一家人嘛，一家人你们就拼命的吸我的血，吸完了血还不够，恨不得把我骨头砸碎了嚼来吃啊。谁让你偷偷跟我妈见面的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真把自己当我男朋友了？喂，陆总。喂，静安，你现在什么位置？北四环这边。啊，那挺近的，你能不能去趟我家？你家？出什么事了吗？嘟嘟在家摔倒了，阿姨说她磕到了头，在电话里她又一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，把一趟给吓坏了。我在杭州开会，我想拜托你去我趟我家，帮我带嘟嘟去医院看看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去，你把地址发给我。好。东西差不多了，你帮欢欢送到家里，明天我一早过去帮他收拾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你要去陆子杰家，你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了？你忘了他老婆上次在公司楼下怎么对你的了？人家已经离婚了。他说你就信啊？离婚证有给你看过吗？再说了，就算是真的离婚，就算是他真的离了，这才过了多久啊？你那么着急要往上凑啊？你哪位啊？这是我的事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不哭啊，不哭，马上就好。别怕，嘟嘟。疼不疼啊？不哭。多多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他一直在哭。多多怎么样了？现在还疼吗？疼。完，陆总说的，先给他消了毒，包了一下。行，我叫的车在楼下等着了，我们先去医院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去收拾一下。多多，我们先穿衣服吧。多多不哭了，去了医院我们就不疼了，好吗？
妈妈。那陆子杰肯定是有问题，没问题的话，他能离婚。什么意思啊，张青啊？给你打12个电话了，不接也不回消息，有这么对甲方爸爸的吗？离婚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，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所以说，陆子敬不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好你个张春芬，你行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？行，我的什么女人没见过呀？就你这欲拒还迎这出，对我不好使，知道吗？繁星的门面是吧？可不可以酷一点？给他打那么多电话干什么？就给他发一个呵呵的表情就好。等他主动上门找你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我不打了，绝对不打。除非他主动回来求我。嗯，这就对了。哎，是不是啊？那陆子杰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我觉得挺好。哎，你凭什么嫌弃人家结过婚了？你跟于佳恩在一起8年，跟离婚有区别吗？再说分手这事儿也不是你一个人，不还是你们俩人一起努力的结果？不是，我跟于佳恩分手，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。哎，许耀，我真是有挺佩服你的，你是怎么能做的这么伟大呢？啊？你明明爱着他，你还跟人家分手，分手了以后吧，你还替人操心，你可真是戏精上身的你啊！哎，哎，干嘛？你知道苏怡跟我表白的时候，我脑海里在想什么吗？我满脑海都是于佳恩，我真的好把她收回去，我把她跟了那个姓陆的以后，她就变成后妈了，她要帮着那个男人带孩子。你知道的，孩子长大了都要欺负后妈的，我不想他被欺负，你不要他当后妈。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你？我告诉你，许阳，于佳恩他心里上有你，他看到了你那个药，挺担心你的。我说他为什么最近老约我吃饭看电影，搞了半天跟你一样，同情我，可怜我。心里头要是没你，怎么可能会可怜你呢？你看那张春芬，他就不会可怜我，因为他心里头就没我。放弃吧，好不好？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了，人家都没有接，说明什么？烦你了。你看我跟于佳恩水火不容吧？我现在打电话给他，他马上就接。你混了半天还没有我跟于佳恩有戏，你放弃吧你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就赶紧打一个。
怎么样？不接吧。哎，亲爱的，不是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就不理我了呢？啊，你要再不理我的话，我就想起你叫什么名字了啊！他在大街上还叫你张春芬来着呢。哎，发出去了，赶紧撤回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叫他张春芬。张春芬，张春芬。昨天帮陆子杰带孩子没少受气吧？为什么要受气？哎，你想啊，人家爸妈刚离婚你就出现了，这得给人家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！肯定会觉得就是因为你的出现，妈妈才走的，得恨你一辈子。你想多了吧？多多那么可爱又好哄。哎，对了，昨天他还叫我妈妈来着。啊？不是吧？这孩子混蛋啊，没良心啊！亲妈前脚刚走，后脚就喊妈妈了。你也太残忍了，人家亲妈现在得多伤心啊！那孩子现在是小，不懂事，等他长大了以后，肯定以为是你赶走他亲妈的，到时候就要开始复仇了。我跟你说，电视上都这么演的。你很闲吗？还有时间看电视？是啊，我专门看那些后妈带熊孩子被熊孩子虐的那种苦情戏。好吧，你说了算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婷婷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我加班了。又是通宵？嗯。其实你的工作，你用不着那么拼，身体还是最重要的。我以前真的不知道，你们工作会那么辛苦。你说说我来这些日子。你哪一天没有加班了？那都是加到后半夜才回来睡觉，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又要去上班。真的，你的钱不好挣。行，我会注意的。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没睡好，我想了一晚上。静静，你呢不要怪罪你弟弟，这件事情。就让他过去了，我和你爸爸，我们自己会想办法的。妈，张强已经那么大个人了，你们就省省心吧。儿女都没有成家，你说我们怎么省心？你跟爸年纪都大了，你们就好好的安享晚年。只要你们身体健康，好好的，这就是给我们省心。我向你保证，我替你爸爸也向你保证，我们保证一辈子不生病，嗯，不给你添麻烦。好，妈，这什么？给你拿点钱。我这段日子呢，我确实没时间陪你，我也没时间。给你和爸爸买些什么礼物？你们拿这钱呢，就哪天有空去商场，给自己买点好点的衣服啊，别那么省，千万别把钱又给张强啊！你买了什么东西，发票你全拍照发给我确认。好，好。这是要做青椒土豆丝呢。嗯，
于小姐现在的厨艺都快赶上五星级酒店了。为了削土豆，我手指都差点断了。老婆辛苦了，我答应你，等我们有钱了，我顿顿带你下馆子。刚在一起那会儿，这是你学的第一道菜。后来在外面吃饭，我也经常点，但好像做的都不是你做的那个味道。我倒要看看你在里头到底放了些什么。说你这也不行啊，这么多年了，那削土豆还能削到手。长夜漫漫，传来遥远的呼唤，月光渐渐蔓延起伏的海面，我的心跳被波澜乱成一团，随着你的出现，神色淡淡，天光昏睡了一半，心太懒懒，全世界都在旁观，只有我的脚步在追赶，不知疲倦，我的心心念念。 I'll say hello, the little thing I know, I know, 不敢开口，怕破坏了节奏，我心已失守。I'll say love you, the little words I know, I know,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透，拒绝紧随其后。色淡淡，天光昏睡了一半，心太懒懒，全世界都在旁观，只有我的脚步在追赶，不知疲倦，我的心心念念。 I'll say hello, the little thing I know, I know, 不敢开口，怕破坏了节奏，我心已失守。I'll say love you, the little words I know, I know,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透，拒绝紧随其后。 I'll say hello, the little thing I know, I know, 不敢开口，怕破坏了节奏，我心已失守。I say love you, the little words I know, I know, 只怕还没开口。